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实际上你侍奉的话，效法一定是你每一日的功课来的，一定的，因为始终侍奉嘛，是不是？即是教会有这么多事可以做，有这么多事可以发展，所以变成我通常我会效法很多我见到的牧师，我尽量不会被我自己的孤陋寡闻去限制我的嘛。通常我见到有很多的做法，我会考虑我会不会效法这些的做法。但是当我代入去啊，如果我在这些的身份我会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会很清楚呢给我见到我自己的将来。咁当然啦，我见到呢个将来，我就即刻选择唔做啦，系咪？如果唔好嘅话，我梗系唔做啦；好嘅一定做啦。但系如果系咁，因为我过目不忘噶嘛，咁我咪知道啦，我咪记得啦，我咪记得。哇！如果我咁做会咁，咁当然我系当时系睇我系咁做啫，系咪？我理得人哋系咪？人哋即系因为最紧要就系我希望喺呢件事当中得益噶嘛，系咪？我希望呢件事当中得造就啊嘛。咁但系问题，当时我谂咧，如果我咁做，我会有咁后果。OK， 咁之后哦，可能再冇见嗰个牧师啦，啊，即系十年八载都冇接触啦，咁样。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咧，由呢啲人佢哋嘅教会嗰啲人所出嚟嘅消息咧，就发觉系吻合翻咧。当日我见到佢嘅时候，我谂住如果我系企佢光景，我做翻佢咁做嘅嘢，然后神所俾我嘅结果，竟然就系吻合翻。我只是爱你去询问我自己这样做会怎样，但是呢那些人呢就真的遇到那些结局。当然我知道这些人遇到那些结局的话，遇到那些的事情的话，他离世都一样会遇到神所告诉我就是落地狱。所以很多那些即我自己内心知道或者是肯定即是他会落地狱的人呢，其实我都会做过这个程序的，因为这个是我下意识见到一些熟龄长者长辈的时候，我都会做这个程序的，就是说我代入我自己做他的角色，学校他的做法。但是当神阻止我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听个结果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到后期呢我都会有时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知道那人的结果的嘛，其实原因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同的事的时候我会有什么结果。我不需要说用十几年的时间去兜圈，很多时候我只不过向那个方向去想而已，神就会告诉我，如果你离开这件事做这件事，你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你遗留在这里去继续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又有这样的结果，而是百发百中的。三十年里面是完全百发百中的，在这么多年无论里面牵涉到是个人侍奉经济教会体制，甚至是由小至个人至到一个家族，至到好像我们现在五个千人教会呢，都是百发百中的。而最重要的就是我直成在这么多年里面，我用这个方法，就是用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方法去寻找神的时代计划。那现在你看到是几咁准确了，我们就在神的时代计划当中了，因为我就用这个方法嘛，我知道那样东西做这个后果就会离开神的时代计划，做这个呢我就会在神的时代计划当中会遇到这些东西，那我就当然愿意走在神的时代计划当中，是吧？所以变成严格来说，在我思想上呢，我已经是好像这些我所认识的牧师这样，我以他的身份度过一生了，已经即我接触的每一个牧师，由赵仲权牧师啦、张永恒牧师啦，我至到来香港我认识的包德龄啊、周永伦啊，我讲紧嘅叶佩森啊，我讲紧 Hugo 啊，我讲紧苏永智啊，我讲紧嘅呢个马国栋啊，林林种种好多呢啲嘅侍奉者咧，我已经用佢嘅身份咧喺恩赐运作内度过咗一生噶啦，而所以我咪知道，如果我咁样过嘅时候会系点样咧？但系而家只不过系第二个人去枉费一生喺咁嘅光景当中过啫嘛，但系喺咁样里面，我发觉呢就揾出一个共同嘅原理呢，就係我同大家去读呢段嘅雅各书呢段经文所讲嘅一个好特别嘅原理。神係一次又一次呢去提醒我，点解呢我会喺恩赐运作嘅时候见到一个咁嘅结局。原因就係话呢，原来我哋作别人嘅师傅嘅话呢，我哋会受更重嘅判断嘅。好多时候我发觉咦，点解我喺佢咁样嘅身份底下，如果我恩赐运作
我咁做嘅话，我竟然个结局会落地狱嘅咧？原因就系神一次又一次去提醒我，就系话，因为嗰啲人嘅身份咧，神其实喺呢个身份当中咧，系根本要求佢做嗰啲嘢，但系嗰个人为咗保住自己嗰个利益，保住自己嗰个知名度咧，佢直成系倒行逆施啊！甚至别人咧，佢行喺神嘅旨意底下咧，佢唔系成为一个助力，佢成为阻力，甚至亲自咧成为一个毁灭力。就好似你睇到法利赛人，佢嗰个身份喺主耶稣基督嚟嘅时候，其实如果佢哋想知道神嘅时代计划嘅话，佢哋一定会知道佢哋自己有个呼召，就系辅助主耶稣，而唔系钉死佢嘅。OK， 但系问题佢系成为主耶稣嘅阻力，而唔系成为主耶稣嘅助力。你会睇到佢哋亦直情用佢嘅身份咧，喺有机会任何情况底下咧，都希望咧去陷害主耶稣基督嘅，使到佢系臭名远播啦，使到啲人唔会跟佢啦，使到啲人咧直成系离弃佢啦。你见唔见到呢啲似唔似我哋身边攻击我哋嘅教会做紧嘅嘢？原来历代历世以嚟都系嘅，有好多人咧去上咗一啲高位咧，尤其是宗教嘅高位咧，佢哋做嘅反而系相反佢哋嘅呼召，系倒行逆施嘅。后屘我先知嘅理由系点解？原因就是这些人是完全没有内涵的，他上到这些高位根本是完全没有任何信仰可言的，所以他上到这些高位唯有用哪吒手段去保持住他的位置，他根本直接不敢用行真理用牺牲的方法去在他自己的位置当中做任何事，因为他怕他被人推了下来之后他上不回去，因为他很辛辛苦用血气的方法爬上去的嘛，所以他们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计代价的讨好身边的人，谁是给奉献他的，谁在旁边怂恿他的，他就完全站在那些人那边。但撒卡拉神兴起一个好像耶稣那样的人，或者撒卡拉兴起一个好像约瑟那样的人，那他就害得就害的了，虾得就虾的了，他们只用这样的态度的。但是那些拥有神所给他们的内涵和恩高，而一路成长到他的位置人，就好像大卫那样，他们就愿意付代价去行神的旨意。但是那些靠自己血气而爬上那些位置，但是完全没有信仰的根底的人，是完全假的信仰那些，他们在那个位置当中，他会做相反的事，而法利赛人就是一班这样的人。但是神对这些人的审判是最大的，因为他在那个宗教那个的辈分那个位分那个位置里面，其实他在那个时代当中在神那里得到这么多益处，得到这么多的尊重，可以甚至是养生，他竟然做的事是相反的，所以他们的审判是更加大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些位置反而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去要求这些人，不是一个更低或者一个平常的要求，是一个更高的要求。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心念记主给我心恩福分，人生能寻着你甚兴奋，是你挽着我手经过挫败与厄困，你的爱最信实最可亲，生命念念十架恩惠一生真行，人生从平淡变缤纷，你恩情没有迟疑，在我内心落印，随着你连着我共我见风波变更，
可依靠，最牢固最坚稳，心满载上帝身恩，求为你倾音韵，我愿在内心回应，献奉我真诚乐韵。